好，我是邵凡希，可以叫我笑嘻嘻，目前是中华队专属的啦啦队哦。我是接案，就是接表演的上演啊，然后展场的开场或是开幕的表演者。因为我本身是喜欢玩游戏的人，然后因为玩游戏而接触到，就是有业者想要找我去实况，然后再从实况的部分进入到直播。有玩过 LOL，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传说对，最近就是最红的就是传说对决。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不知道对镜头讲什么，因为那时候一开始会没有观众，然后我弟就有来看我的直播，我弟有找他的朋友来看，然后他朋友就跟我弟说，哎，你姐这样不行啊，会很干耶，这样没有观众会留下来。他就叫我多去看那个谢杰林的那个实况画面。辛苦的地方就是你要会自嗨，就算没有观众你也要想办法让场子暖起来，这样才不会错失到就是进来的游客。 Hello， 我是没有呼吸会死掉的，我是呼呼，我是凡希可可。我今天要来挑战一个好像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这个，好像很恐怖，好黑哦，天哪，它这样不是火吗？我们要开动咯，终于吧，我们要比赛看谁可以把这个吃完。我还准备了，听说很解辣的，给我一双去吧。锻炼怎么吃小辣？我刚看影片看到有人吃到后面嘴巴变香肠，是我们聊到变香肠，要闭嘴。这都是汗。天然的口红，你就很知道有多辣，然后我也流汗，超辣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可以累积到更多的粉丝，然后可以跟粉丝之间拉近距离，然后还可以训练自己的口才，因为我是很容易讲话吃螺丝的人。嗨，谢谢你们在这一路上就是默默的支持我，不管是在球场上或是直播上，希望往后的日子你们可以一起跟我在球场上为中华队加油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boys and girls, welcome to the spectacular Thursday summer party. Hey, are you ready?